全真角色逼走香香，唐诗咏清者自称唔解释。岑丽香日前宣布唔续约 TVB， 有传系因为被唐诗咏抢去佢嘅角色有关。寻日啊，诗咏出席新剧《天命》宣传时候咧，笑言被逆角传闻吓死啊！但自己咧都冇因为咁样而唔开心，因为每个工作咧都系由公司同埋高层委派。跟希演入行多年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啦。诗咏直言咧唔需要为谣传而同香香解释，相信咧对方系会明白嘅，亦都希望有机会啊可以再同香香合作啊。真係誇張到不得了，咁但係都冇嘅，呢、這個一定係唔係呢一行嘅人先至會咁樣講嘅，因為我由入呢一間公司開始，我所有嘅工作咧都係委派俾我去做，咁我嘅朋友所有嘅朋友咧都係咁樣，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有啲誇張同啲搞笑咯，即係你冇可能會做到呢一樣嘢嘅，因為我哋嘅工作係需要一張長台嘅人去決定噶嘛。有冇聯絡過香香啊？即係呢件事啫，我又唔會咁樣。唔會啦，一定唔會又唔會啦。咁佢自己都喺呢一行，佢亦都經歷過呢啲新聞嘅。咁我直頭覺得冇乜呢個需要。咁但係聽完我因為我冇睇到嗰篇新聞，我唔知道個發展係點樣咯。即是他究竟是怎樣的，但我是一入行的時候，他第一個拍的節目是我跟他拍的，我們一起去日本做了一個旅遊節目，所以我當然很希望，因為我們經常都有說、我們拍過一個旅遊節目，但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拍過一套劇集的，即會可惜的，即如果他不在這裡，真的不在這間公司，但我也都覺得、這一行其實都很小的，即總會可以相遇到的。